好，玩具 TV 第十三季第八集。其实呢一节咧，我都唔系话叫介绍玩具，因为大家见到台头呢两件嘢咧，我系反而想讲一讲，即系大家都好受欢迎嘅系列 Figma。咁啊，今次我就叫做近排少咗啲新玩具玩，始终即系因为疫情影响咧。佢連呢一個大陸嗰啲生產線都影響咗，咁所以變咗其實三月份真係出到貨嘅玩具係唔多嘅。係啊，有啲廠已經公布咧，會即係啲新嘅產品應該會延期，我諗一季或一個季度或者兩季度都唔定咩啊。係，咁所以唔知啊，本身如果即係話特別，如果做一啲系列性嘅，即係叫分享啦，唔知大家會中唔中意？咁所以變咗今次想同大家傾偈，即係傾偈嘅啫。講下 Figma， 即係始終 Figma， 我相信都有十幾年歷史噶啦。咁同埋真係話由第一隻出到而家咧，都好受歡迎。同埋我覺得佢哋嘅進步係好細。點解咧？基本上而家眼見呢個係001嚟噶啦喎，呢係元祖之中嘅元祖啊。冇錯，咁啊拎咗上嚟俾大家睇，但又冇乜特別嘢想講嘅咧，就係 Figma 最早期其實啊，你好。問下你，你覺得嗱，而呢度有一個 Figma 001同埋 Figma 嘅 SP 001，你估 Figma 嘅始祖其實係邊一隻啦？你咁樣講，我覺得係呢個啦。冇錯，其實真真正正第一隻出嘅 Figma 咧，冇記錯的話，有錯請更正啊！就係、是、呢個 PlayStation 2嘅特別版 SP 001，涼宮春日之兒畫嘅超限定，佢話超限定啊，其實呢兩隻都好平嘅啫。咁啊，今次帶咗上嚟，即係叫掘墳嘅咧，就係超勇者涼宮。咁啊，本身都係跟 PS2 個 game 出嘅。咁啊，亦2006年咯，唔係2006年係啊2008年。其實本身 Figma 啱啱開始就係2008年嘅1月開始嘅，就到而家。其實如果純粹講 SP 咧，我冇記錯都已經出咗百幾隻噶啦，唔知130幾定170幾。其實個 actual 你個數我唔係太記得。咁啊 ，Figma 就出到470幾噶啦都。咁啊，最新嘅 SP 就係諗下先，冇記錯嘅話應該係 Good Smile Racing 嘅 Moon Racing。入面的冇睇先 ，Fate 係啊 ，Fate 咁啊，另外 Figma 最新嗰只應該都係 Fate， 咁啊係，我都唔好記得係邊一隻，不過算啦，我唔拋書包啦。咁啊，證明其實本身 Figma 佢對於出女性角色咧，都真係有一啲。情意結嘅其實是有一手添，唔好話情意結。係，基本上如果女角你出可動咧，即係 Figma 都算是業界數一數二嘅啦。係啊，咁啊，同埋都有一句啦，即係由2008年一月到而家都十幾年啦。係，咁啊，受歡迎程度有增冇減。係，咁同埋價錢有增冇減添，大佬。不過你咪話，其實如果即係純粹講價錢咧，呢只涼宮連埋 game 當其時十幾年前都過萬 yen 㗎。嚇！咁但係反而到而家其實本身隻嘢又冇乜點炒之餘，仲要劈價嘅。後追嘅。後追，後追，後追。咁啊，變咗，我覺得即係中意 Figma 嘅朋友，而又即係唔需要話特別要使好大筆錢。就可以買到咯。咁當然，其實而家好多一啲 SP 諸如此類都會係幾貴嘅。同埋你頭先講得好啱啊，就係本身真係話 Figma 咧，真係越出越貴。咁啊，其實又睇翻即係時代嘅眼淚啦。咁啊，本身其實而家嘅 Figma 同當年嘅 Figma 有幾大分別咧？咁啊，睇翻001先啦。都是涼宮春日系列的長門遊戲，不過我覺得得意，我估因為本身可能就一個月之前出 SP 就出了涼宮先，所以他特登將這個001就撥了給長門遊戲。不過我估的 anyway， 好了，真的說看回 Figma 本身或者兩隻開了它，但這個角度拍下去有點尷尬我怕配件四周圍飛。好，
咁其實當年其第一件嘅產品咧，同而家都唔算有好大分別，因為哦，時代嘅眼淚係會出油嘅，大佬。哇！嗱，佢真係未開啊，影翻呢邊，呢邊先緊要，因為真係未開嘅，所以變咗其實出緊油啊，真係出緊油。咁啊，連膠紙都未開，所以見到呢度反光咧，就真係唔講得笑。咁但係本身真係睇翻個樣。Fat Dragon Invasion is upon us.Global population is in danger. Rumble Rangers are the mighty heroes from the sports planet. 系啦，好咁啊，唔争再睇翻长门啦。我呢只都出油啊，其实咁，但系成只嘢个外形都靓嘅，用当即系用而家嘅水准去比，咁当然啦，呢一个系一个。幾大嘅破綻嚟嘅，因為佢始終都要跟翻張摺凳，佢要坐，咁變咗嗰個位置就唔可以話即係做得好，收得好靚啊呢路路，但係我就可以做呢個動作咯。好似啲 P 圖 P 錯咗嗰啲咧，唔係，所以都係嗰句啦，咪前邊咪跨啦啦咯。不過其實我想講，本身呢一隻或者叫舊系列嘅 Figma 咧，佢啲關節我覺得緊過而家嗰啲嘅。佢真係緊過而家嗰啲噶，即係唔會覺得話鬆飄飄啊呢啲路路。我唔知係咪因為擺得太耐啲油擠住咗啲關節啦，定點咧？佢而家我而家揸住呢一隻個關節咧，係拍得住 SHF 嘅。哦，咁實係咯，我覺得實喎。係呢、這個都真係 OK 嘅。咁啊，造型方面更加唔使講啦，都係嗰句同而家嘅產品的而且確唔會有太大分別。咁同埋本身喺配件方面，佢亦都跟翻足嘅。咁同而家嘅產品比，亦都唔會有啲乜嘢落差。咁啊，有接凳啊，呢、這個有接凳啊，面啊，鞋啊，其實有兩本書，我唔知擺咗喺邊啊。呢、這個角度太低炒啦，咪孔頭咧。等等等等等。係啦，咁好啲。係睇下隻超限定啊。好啦。啲時間關係，我就拆咗佢出嚟望望望到，係啦，望到啦。哦。佢都仲可以擺得好可愛嘅姿勢。睇動態都 OK 嘅，即係佢，我覺得主要分別都係關節嗰度咯。嗯。同埋佢而家佢舊嗰啲啊背脊都有窿嘅，係佢都係用。佢冇，唔係都係用翻嗰個 stand 嘅啫。係啊。即係呢十幾廿年，08、18、12年歷史。係啊。即係12年歷史。即係如果要話冇乜特別進步。要有分別嘅話，可能主要係啲上色就比較即係靚面一啲啦。可能嗰陣時唔係靚，我覺得佢嘢出油嘅關係。呢個幾大關係，咁同埋都係嗰啦。本身如果即係話中意玩 PlayStation 或者即係中意涼宮嘅話咧，我相信其實大家可能屋企都會有嘅。咁啊，當其時始終涼宮嗰個受歡迎程度好高，好勁㗎。係啊，即係你輕小說啊、動畫啊、CD 啊、CD 舞台劇啊、game 啊，真係全系列制霸嘅，即係玩到佢差唔多2010年都仲係幾 top 嘅。嗯，咁。又唔算嘅，因為始終你本身涼宮個故事係幾突出嘅，即係你講一班即係超能力者外星人呢路路就喺呢一個涼宮春日 SOS 團底下發生嘅一啲日常嘅校園生活，變咗會咁有即係咁。咁呢個咁突出嘅題材，所以先要有咁多朋友中意啦。咁啊，都係嗰句啦。本身而家 Figma 特別係即係 SP 系列咧，有好多都好鬼貴。即、就、係、是、我諗得起嘅，譬如話Predator 啊，即係捉谷嗰個啊。咁、哦、另外係啊，啊我中意喎，反而 OK 喎，係啊。嗰只麻麻地喎。另外早排一啲 game 嗰啲，即係血緣詛咒啊嗰啲，又係貴到阿媽都唔認得啊。咁另外烙印戰士啊有啊，烙印係啦。咁嗰啲都好鬼貴啊。係。另外我有印象，我想有但又買唔到嘅就係 Gans 咯。咁啊個電單車。嗯。XY 咁啊，都可以 up up， 真係本身Figma 都多 product line 嘅，咁、嗯、本身有 SP 啦，有正常版啦，仲有另外一個 X 系列啦，咁、嗯、
本身你話真係要好細咁樣去分翻，即係 X 同 SP 同一般版嘅分別，其實幾難。嗯。不過我印象中 X 都會係主力擺翻喺一啲event 限定或者本身係 good smile 嗰啲網購，咁通常都會用呢一個 X 嚟出嘅。嗯。咁不過入邊 X 啊唔係 SP 就反而真係幾難估。因為譬如話龍騎有 SP 啊，啊龍騎嗰個係逼到 Bandai 哦，係啊，真係本身因為即係淺井同埋呢一個阿 Max 道邊咧，佢呢個組合係幾可怕嘅，咁亦都多 fans， 咁變咗都真係佢一出咗龍騎先，而跟住 SHF， 你真係見到本身嗰一堆龍騎系列嘅拉打咧，嗰個質素係好高嘅，相對。其他或者佢當其時 SHF， 咁變咗有競爭先有進步嘅，呢個我都同意嘅。咁啊，頭先講完主力 Figma 有三條拉，咁另外都可以講一講本身佢又有個叫大 H 啦，大 stage 啦，咁同埋本身 XY 啦 ，XY 我就真係好想諗辦法入翻即係 Glance 嗰個單碌電單車嘅，嗰個我真係比較難揾。咁如果即係話啲朋友見到哦，香港有得賣嘅，麻煩。即係可以 PM 翻我，咁啊等我可以圓埋我個夢，咁啊買埋阿死啦 Gans 個女角叫咩名字？突然之間我又諗唔起。算啦，嗯，係啊，沙鹿都市個女角叫咩名字？阿麗香。阿麗香，係啊，即係咪即係阿酷中意我㗎？冇錯，我都中意嘅。咁啊，有粉絲話梁公算係有 band 元素嘅動漫始祖啲人。係㗎。是的，其實不僅只是有 band， 真的講開始用輕小說愛來做漫畫或者動畫題材呢，梁公都是站在前線的，那變了對於即我們現在看的動畫都有很大的影響的。那今次談 Figma 就談到這裡，即可能接下來又會講 SIC 啊，接下來又可以講一下這個 Car Signature 啊，接下來又可以講一下 Robot One 啊，只要大家喜歡，咁可以即係喺留言嗰度講翻我哋有啲乜嘢 topic 大家想傾嘅，咁都可以同大家再分享一下我哋自己嘅個人感受嘅。今集又講住咁多先，轉頭見。